我吃的剩下一个这个了。啊，你长胡子了。你为什么长黑色的胡子？吃冰的影片传给他阿嬷看。哎呦喂呀，我吃冰哦！弟弟呀，你管，让我吃冰啦！佩佩呀，你这心意哦，安怎安怎好哦？你吃不下了吗？吃得下。要好开球。他说要很大啊，所以我给他用这么大一球啊。他要滴到下巴，要滴到衣服了。右边的脸颊又要滴下去了。